大家好，第三次眼睛带你看世界，日日讲神人神事。今日我哋换下口味，同大家讲两个傻仔嘅神奇故事。当然啦，只系人觉得佢哋傻，佢哋其实并唔傻噶。曼回系唐代文乡，即系而家嘅河南省西部宁宝县内人。俗家是姓张的，当年他的母亲在观音像前面祈求生子而怀孕，后来就生了他了。但是曼回生下来就很傻，到了八九岁的时候才开始讲话，父母就因为这样很不喜欢他了，对待他就好像对待猪狗一样。他的家人可能都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叫做贵人语词。曼回长大之后，父亲就叫他去耕田，他就去耕田，但是呢他就没有回头，往前一直耕下去，嘴里面还说容易简单。父亲叫他去耕一垄，他就一下子就耕出了几十里了，直至到遇到一个大坑才停下来。就是因为这样，父亲就被他激到打他了。但是曼回就说，反正大家的田都是要耕的啦，何必要换方向跳着来耕呢？他父亲就只好收手不打他了，但是从此就没有再叫他去耕田。曼回的哥哥就是边关安西镇服兵役，好长时间都音讯全无，父母都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所以日夜都在哭。有一日，曼回忽然间在父母面前跪低就问了，你们两老这么伤心，是不是因为哥哥下落不明啊？父母都觉得好惊讶，心想为什么他会知道的，跟着就说了，是啊。那曼回呢就奇起身说了，你两老好好地想下，哥哥会需要些什么衣服、鞋帽、吃的和些什么，赶快都准备齐，我就去找他啦。于是乎，父母就将大儿子需要的物品很快就准备好了。第二日一早，曼回就出发去边关了，但是到了晚上他就回来了。他就告诉父母亲听，哥哥现在在边关好好，一路讲着就拿出了哥哥给父母的家书。两老打开一看，真是大儿子的笔迹，心里面都十分惊讶，心想从家乡到边关安西有万几里的路程，这个孩子一日就可以去到回来，从此就开始叫他做曼回了。其实以前一直都是叫他做傻仔的。先前玄奘到西藏佛国取经的时候，就曾经在庙里面的佛龛柱上面见到这样的说话，蒲山曼回贬谪到东土文乡地方磨练教化。后来玄奘取经归国，专程来到文乡县，文乡民说，这里是不是有个曼回大师啊，快请他来啦。曼回到来之后，玄奘马上向他行礼，并送了衣服钵瓶作为礼物。后来这件事被武则天知道了，就请曼回到朝廷里，经常去问他很多的事情，请他预测。曼回的预测每次都很灵验。当时张易之大人收做宅弟，曼回见到之后就指着虎宅说，仗作，那些人听了之后都不明白是什么的意思。没几耐，张易之翻尸被斩杀后，他的宅院果然就被命名为作，仗作监狱之用。人们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。曼回曾经对韦树人和安乐公主说，你们会被三郎所杀。韦树人是唐中宗的皇后，她怕中宗废了她，就毒死了中宗。后来她擅权干政，最后被元宗所杀，应验了曼回的预言。当年睿宗尚未继承皇位，仲住在自己的王府的时候，经常就到民间私访和游玩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曼回就会在街道的交叉路和人多的地方大声地说，天子就要来了。凡是他大声叫过的地方，一两日之内睿宗必然会经过。后来果然被曼回说中，睿宗被拥立做了皇帝。卫庄太子是睿宗的第二个儿子，当年曼回帮他看相的时候就说，这个孩子是西域的大树精转世，养着他会对他的兄弟有利。
后来睿宗果然又生了新王，新王身材高大魁梧，能够吃好多的饭，饮好多的酒，有大将之风。景龙年间，曼回出入在宫廷、官宅、民间，不管是贵族高官，亦或是平民低贱者，都争住前来拜访曼回问他事情。他每次都预测得很准，因而就以料事如神而闻名。太平公主深信曼回的能力，于是就在自己的府宅旁边为他建造了宅邸居住。景云年间，曼回就在这里先逝。临终的时候，他大声地呼叫，叫人去取家乡的河水，弟子找不到，曼回就说了，堂前就是河水。于是众人就在街下掘井，忽然间就见到河水突然间咁涌晒出嚟，佢饮完之后就离世啦。而呢一口井里面嘅水一直都系非常甘甜嘅。黄石坪，名黄灿，号石坪，是清代中晚期针灸嘅名医，祖籍清江大桥乡情坊村。清江就是今日嘅江西省樟树市。他先后在江苏上海、扬州、南通一带挂牌，江油金针黄石坪。黄石坪不用药石，只是用针灸来治疗内外科疑难杂症，出神入化，一时无伤。黄石坪的父亲黄良佳在山东做了好几任的府院官，得到了地方百姓的爱戴。老父为官清廉正直，家中少有积蓄。晚年的时候，他得到了宜昌的一个礼金局的差事，然而没几耐之后就得了个风瘫，半身不遂，终日瞓在那里不能够动动，看尽了名医，服尽了汤药，亦都没见到有起色，就在那里等着吞下最后一口气。有一日忽然间门房就入来说，来了一个约莫七八十岁的游方老和尚，他就说要见黄老，而且还是专门来跟黄老医病的。黄老见到过一个和尚精神霍削，身材魁梧，步履矫健，毫无一点而隆中老态，除了一脸骚眉如雪，绝对看不出他已经有一把年纪。和尚就对黄老笑着地说，施主还认识老僧吗？黄老听他说的是山东的口音，只是想不到曾经在哪里见过。和尚就笑着说了，不怪老施主你没印象，俗语说得好，百个和尚认得一个施主，一个施主认不得一百个和尚。老僧就是蓬莱千佛寺的住持圆觉，十几年前因为自产的狗角曾经受过施主的大恩，时时都想着来报答施主，无如施主荣升去后一路平安，冇用得着老僧之处。近日先至听讲施主在宜昌得了半身不遂的病症，多方诊治不好，老僧略知医术，因此特地就从凤来院动身前来，尽老僧的一番心力。黄老听了他一番话之后，先至想起自己在凤来做知县的时候，有几个谋臣阴谋夺取千佛寺的资产，双方告到去院里面，前面的几任院官都因为受了谋臣的贿赂，不能够公正地判决，直至到他到任了，秉公决断了这件案，并且罕卑勒石，永断九国。黄老就说了，圆觉和尚提起那一件事令我想起来了，那一件是我应该做的事，算不得一些什么，请快不要再提什么受恩报答的话了。袁国就问黄老的病情，诊察了一会之后就说，施主这个病非用针不能好，就算是用针亦都非一两日所能见效，大约多则半个月，少则十日才能够恢复原来的康健。黄老一听能够恢复康健，就说了，不要说十日半月，就是一年半载，只要能够医得好就十分感激了。
这个时候，袁国就从腰间里面拿出一个布包，打开来里面全部都是细细的金针，粗细长短不一。他用金针刺入去黄老先生身体很多的穴位上面，留针不到一刻，病人就觉得周身舒畅很多了。第二日，袁国和尚又为黄老施术下针，黄老就感到比前一日更加舒畅了一点。就是这样，每日下针二三次不等，到第五日，卧床半年的病人就已经能够起床行动了。黄老后来才知道，袁国和尚不单止娴熟医术，而且仲文武相传，他们谈得很投契，彼此就成为了知己朋友。有一日，袁国感慨万分地说，我生平学问中，针科独得二人传授，我多年想传授一个徒弟，免得我原籍之后此道失传，但是多年物色，不曾遇着一个可传的人，这一种学术所传之人必得高，不得有失，否则导致的危害不堪设想，因此宁肯失传，亦都不敢滥传。黄老就问了，要怎样的人才能够得到你的成全呢？袁国和尚就说，这个很难讲，能够传此道之人，只要我见一面，我就能够一目了然了。黄老就有四个仔，老大到老三，个个都精明干练，只是有老四黄石平，身体既瘦弱，性情又孤僻。他从三四岁开始就不太喜欢讲笑，越长大就越像一个蠢人，被玩耍的伙伴欺侮捉弄，他不单止没有抵抗，竟然就好像没事一样。因此左邻右里以及亲戚故旧都认为黄石平是个傻仔，黄老先生也都没想到他，只是很认真地培育那三个精明干练的。这个时候听了袁国的说话就说了，不知道我三个仔之中有没有哪个可以得到你的传授呢？袁国很诧异地说，早前听讲施主你有四位公子，为什么现在你说三个呢？黄老先生就难为情地说了，讲来就惭愧了，寒门无德，第四个真是不堪造就，前面三个虽然也都未成才，但是学习什么都肯用心，所以我只是能够期望这三个。袁国点下头就说了，三位公子我都见过，只有四公子我未见到，莫非他不在这里？黄老就叹道说，我不给他出来见客，他并不是说不在这里。袁国就笑着地说，无妨，可否请出来见客？世间多有痴于人事而不痴于学术的。黄老听了之后甚是不安，只是在这闭目摇头。袁国无放弃，就是这样催促了几遍之后，黄老就无奈地只好叫家人将黄石平带过来。这个时候的黄石平才至14岁，令头令脑来到袁国的面前，被当差的在后面推着他上前去请安。袁国就连忙拉起他，浑身上下打量了几眼之后，就满面笑容地向着黄老先生说了，我说世间多有痴于人事而不痴于学术的，这句话果然应验在四公子的身上，我要传的徒弟正是四公子这一种人。黄老见到袁国不只是在这里开玩笑，就很惊讶地说了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难道犬儿愚蠢如此，又没有天资，真的能够传吗？袁国就拉住黄石平说，万万没想到在这里无意之中就能够得到这个可以传我学术的人，这个也都该是此道不至失传，才有今巧合的事。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讲完就仰天大笑不止了。黄老虽然莫名其妙，但是只是见到袁国咁欢喜，自己亦都不由得跟住高兴，当日就邀黄石平拜袁国为师。袁国从此就住咗喺黄家，但是初时并唔见到佢教黄石平针灸之术同埋医学之理，
佢早晚都系教黄世平练拳习武，日头就读书写字。黄世平专心咁潜修，黄家人至此先至知道黄世平并唔系傻仔。黄老任满之后，交社差事就归返家乡，袁国亦都随佢哋嚟到江西。黄世平跟随袁国读书习武三年之后，袁国先至用朱笔喺白粉壁上面画出咗好多嘅红圈，引言自成脉络，教黄世平攞竹签直接对向红圈中心扎过去，每日就扎几次。扎到每扎必中之后，就将红圈逐渐咁缩细，就好似之前一样咁扎。扎到后来，将红圈改为芝麻嘅小点，竹签就改为钢针，仍然能够每扎必中。最后佢先至攞出一张同人嘅图出嚟，每一个穴位上面有一个绣花针孔大小嘅红点。黄世平亦都能够用钢针随手就扎入去。想扎乜嘢穴位就中乜嘢穴位，极软嘅金针能够刺入去粉肠一寸几深，金针冇曲亦都冇断到。袁国先至欣然咁讲话：你嘅功夫已经到咗九成啦。自此，袁国和尚将经脉、穴位以及种种病症对应嘅针灸方法传授俾佢。黄世平领悟得好快，待佢学成。袁国先至告辞，翻返去山东冯来寺，又过咗十几年，先至坐化归西。黄石平嘅父亲由宜昌归返原籍之后，又过咗好几年先至去世。黄石平生性异常冷静，唔单止唔愿意到官场中去转型，亦都唔愿意经营家业，所以兄弟分家，佢分得好少。过咗几年，为咗维持生计，佢就去咗上海挂牌替人治病，得到一啲诊金度日。门诊嘅费用，无论边一个，佢都只系收取诊金两元两角。每日至少有病人二三十个。嗰阵时，南通嘅张释翁，即系张俭，日夜都喺度愁烦住冇儿子。黄石平同佢有细儿嘅关系，家往亦都好相投。张食用就将自己难以启齿的毛病话咗俾佢听，黄石平就话啦：呢一个病容易，我包管你得一指。后来黄石平就施针术帮佢解决咗问题，佢真系得子啦。后来仲出任咗治理嘅公使，张食用极喜之余，又感激又钦佩，想要大大咁酬谢黄石平。黄石平就毫不在意，一啲想借此依赖张释翁嘅心都冇，仍然都系继续喺上海行医。后来外国人佢都帮佢哋医治，呢一啲人亦都对佢嘅医术啧啧称奇。有一个德国嘅妇人，腰上面就生咗一个好似碗咁大嘅赘瘤，到德国医院去求医，医生就话非要开刀不可，但系嗰个妇人就好怕啦，唔敢开刀。有人就介绍佢专系用针去治病嘅医师黄石平，嗰个妇人就请介绍人同佢一起去黄石平嘅诊处，只系去咗三次，一共花咗6蚊6毫子，最后就完全消失啦。德国嘅妇人非常感佩，凡遇到德国人就替黄石平宣传，用自己嚟做实证。后来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个同他几乎病症一模一样的妇女，亦都是这样治好了。而第二个妇人的丈夫就同德国医院的院长陪同他去就医，目睹了黄石平施针治疗赘瘤的过程。这一位德国医生亦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就请教了黄石平，问到点穴是不是真有其事呢？仲请求黄石平让自己亲自去试验一下。黄石平在德国医生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点了个穴，令到他回到居所之后浑身发冷发热，食药亦都不见效。后来黄石平再帮他一点穴，病症就解除了。德国医生想学他的医术，黄石平就告诉他听经脉之学、皇帝内经等等的医理，外国人学不来的，更何况过了20岁就更加难成。德国医生就说了，我可以通知德国要医科大学选派20个年纪最轻的学生来学，有得不得啊？黄石平就不肯，那一位医生就只好算数了。
他赠送了给王石平种种的贵重物品，王石平都没有收到。后来那一位医生和王石平来往了七八年，始终都摸不着一点儿窍门。王石平晚年的时候亦都传了两个徒弟，让师传绝学继续下去。好啦，今日嘅两个有关傻仔成奇人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节目见。